今天我们要来讲解垦丁 H 会馆，暑假第一团，两大一幼一博二十，只要6999元起，加赠一位12岁以下孩童免费入住。周日到周五限量免费升等海景豪华两大床房。5、6月周日到周五订房加赠 DIY 体验券5张。5、6月周五及周日不加价。5、6月份周日至周五限量升等海景豪华四人房，加赠 DIY 体验券5张，优惠价只要6999元。周六只有海景豪华套房或是海景标准双人房，无法升等为海景豪华四人房，每日每房加价为2500元，所以周六的优惠价是9499元。7、8月份周一至周四入住一样可以升等为海景豪华四人房，但就没有加赠 DIY 体验券了，优惠价一样是6999元。周五与周日每日每房需加价1000元，所以优惠价是7999元。周六只有海景豪华套房或是海景标准双人房，无法升等为海景豪华四人房，每日每房加价为2500元，所以周六的优惠价是9499元。专案内容：海景豪华客房或海景标准双人房，平日限量升等豪华四人房，入住人数2位大人加1位6岁以下幼童，同享再加赠1位12岁以下孩童入住，双人一大床或2小床，平日限量升等2大床。专案内容包含自助式早晚餐2大1小份及住客专属微醺时光活动。家人加价，海景豪华客房或海景标准双人房最多能入住2大1小，豪华海景私人房最多能入住4大2小。6岁以下幼童不占床不收费，12岁以上即视为大人，最多加1床2100元，含早晚餐及备品。到亲子同享官方网站点选线上订房。点选后即会出现线上订房网站，依照个人需求下定入住的房型。海景豪华四人房，平日限量升等的房型，原价17000元，下杀4折，只要6999元起。此升等房型周六及端午连假6月21到6月25号不适用。7、8月份周五及周日，每日每房需加价1000元。方案原房型。海景豪华客房一大床及海景标准双人房2小床，原价11000元，现在只要6999元。周六入住，每日每房需加价2500元。